LM 系列立式滚磨机。LM 系列立式滚磨机，简称立磨或立式磨，黎明重工针对国内市场需求，综合引进德国莱歇、非凡等优势技术，并结合近30年先进的磨粉机设计制造经验，实现国际一流水准立式磨的国产化，主要技术、经济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。LM 立式磨机整套系统包含给料装置、磨机主机、脉冲收尘器、风机、消音器、管道装置、热风炉、控制系统等。其中立磨主机主要由全粉机、磨滚装置、磨盘装置、加压装置、减速机、电动机、壳体、吸油润滑站、液压站等部分组成。 LM 立式磨工作原理。电动机驱动减速机带动磨盘转动，物料由喂料设备送入旋转的磨盘中央，在离心力作用下向磨盘周边移动，进入粉磨滚道，在磨滚压力的作用下受到挤压研磨而被粉碎。同时热风从围绕磨盘的风环高速均匀向上吹出，粉磨后的物料被风环处的高速气流带起，一方面把跑出粉磨滚道的物料吹回磨盘重新粉磨，另一方面对悬浮物料进行烘干，细粉则由热风带入旋粉机进行分旋，合格的细粉随同气流出磨，由收尘设备收集即为成品。不合格的粗粉在旋粉机叶片作用下重新落至磨盘，与新喂注的物料一起重新粉磨，如此循环完成粉磨作业全过程。通过调节热风温度，能满足不同湿度物料的烘干要求，达到产品所要求的水分，通过调整旋粉机转速达到产品所需的不同细度。技术优势：一、应用范围广，适应性强；二、粉磨效率高，运行成本低；三、运行可靠，操作维护简便；四、研磨和烘干同时进行，烘干能力大；五、产品质量稳定，颗粒集配均匀；六、设备环保，噪音低，扬尘少，操作环境清洁；七、建设投资费用低；八、智能化控制；九、国际品质保证。